嘿，干吃不胖的小姨妈又来喽！前两天做的爆浆蛋糕可把很多宝贝儿给馋坏了，是吧？我看私信留言说很多人想看我打奶油，我们就把过程做下来，猜猜今天会打出来什么颜色呢？我们一起来竞争，有点吵哦。太漂亮了吧，居然是香芋紫，哇，好好看哦。那我们再来一个黄色，有点吵哦。这也太漂亮了吧，简直跟那蛋黄派是一种感觉哦。我把它盛出来。最后一个了，猜猜这是什么色，我们一起来打开。哇，好漂亮啊。打奶油好好玩，下次教我儿子肯定乐坏他。